1995年，慈济因应侨委会的请托，为流离台北的中华老兵展开3年扶困计划，从安老、建设、农耕到教育，让亚细亚孤儿的悲情不再。本周正言法师《菩提心药：慈济的故事》第33集，让我们与上人一同立愿静心，米平灾祸。